问一下呢，请问你会不会用 Excel 做图表？不会。Excel 里面有所谓枢纽分析嘛，哈，你可以直接用。那当然，其实说真的，你也可以直接把 Excel 那边直接叫进来。不过我现在你说资料量比较多的时候，我觉得那个在简报里面我们要看板的不是很容易看，还不如就是你直接打上 Excel 然后看。不过你在简报通常就是说你的那个数值资料量比较少的，好，那会比较清楚呈现出来。那图表的制作呢，我们先看看吧，你看一下哦。好，你看有分几种方式，有分几种，你可以用手工的。手工的你有没有你工具人啊，具体化哪一种工具在这边，这个 Word 也有，请问你在 Word 里面有没有用过这个绘图工具列，有没有，你可以用这个具体化啊，画那个图形啊，好，感觉就不要脸，好，所以呢这个手工的我们能脸则脸啊，好，所以这个是第一种手工的。那第二种就是说，你从想象中心有没有一个网站呢？你就直接把它跳进来，哦，就直接把它跳进网站直接做，好，直接插入到图表。哦，等一下，应该说第二个应该是直接插入图表，然后自己把数值输进来，有点类似像这样。好，那第三种就是你已经有一个了，我直接把它放进来。最后一种，连那个都不要。直接用拍的，用抓取的。好，你看到那个一切都是做好那图表的，因为也不需要做什么更新的，我就直接把它拍掉了，变成一张图片之后，放到一个那个我们操控里面来就好了。好，那这样，因为你其实平常我们不太想会在简报里面再改变那个数字啊，那我就马上跑进去看那个数字条，赶紧按。好，因为那个机会比较少。好，因为大部分都是要做固定下来的，所以我就直接拍照就好，把它切进来就好了。所以我针对这几个部分呢，我们先看哈，先看这个，这个方法大家会比较好做。比如说我在我们的这里面哈，插画里面直接把数字把它放进来。您看一下，假设我今天我这里有个图表，好，那这个时候当然不要自己从这边插入物件，你们呢，你先看看右手边。有没有反面配置里面有没有找到适合的？好像有一格，你看一下哦。这里有没有一个里面全部都是这个的？哎，就用这个就好了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呢，点它一下，它就自动把这个拿掉了，有没有？对，你还不用，你是不需要把那个文字方块拿掉。那么找到之后呢，这里有，你看它中间这里有一些，有看到插入图表了吗？好，你看一下这里有没有插入图表，好，插入图表最后把它按一下，这个时候呢它会像列印像你在用一次一样，它会自动把这个表格就把它列出来，好，你看好在我们这边有没有会产生一个这个 Excel 的表格的话，因为你已经告诉我要插入图表了，所以这个就是你的资料来源，然后它做好之后就长得像这样。那一进来之后，这边这种方式我是比较建议你用这样，比如说你自己把这个内容稍微清一下，或者你从 Excel 筛选，就是筛选比较重要的数值嘛，哈，把它放进来，那做好之后会长得像这样子，那你把它关掉，把它关掉，对吧？那你刚刚看到背景是假的哦。对，它事实上它会是变得透明的，它变得透明，所以你这样子就有一个简单的图表了。那我们现在就看一下上面的这个，是吧？没错吧？这样就可以跟着背景走了嘛。好，所以你数值改变，那当然下面改变那个什么，那个图表类型啊，这个大家可能应该会吧？怎么样啊？按右键，这里有。这个你把它点进去啊，你先点两下，它要进来编辑。你可以来这边决定说，
它的那个什么图表的链接，对，图表链接，有没有觉得看起来都很熟悉？如果你没有错的话，应该是接近的，好，接近的。假设你说不要换转模率，它该堆数字，对不对？改完了，那个就好了。哎，这样就可以了哈。所以你可以把这样，因为这个你如果资料不多的哈，我会比较建议用这样子，因为这样做比较快，把你的重要数字打出来就好了。好，那你的图表就可以有出，就可以出了。那么如果你想要用那个圆饼图啊，这边也有啊。对，像这样子是有例子的，他就摆错。当然你离开他，离开他，他就直接变错了。现在就是颜色都可以改，好，就是你的互动化，但是先不要想那么多，怎么至少你的图表要会用这种，好，会用这种的，那就比较方便了哈。这个是图表的，那动画我就先暂时先略过哈。那至于说那个拍图的，拍图的哈，拍照的，应该说拍照的，拍照的话呢，就是我们这边有一个小环节要跟大家介绍一下。因为不止你是在剪报面，你会去拍屏幕上的画面，有没有？你就比如说 Word 里面，假设有时候我们要做成果啊，比如说网页上的成果啊，你要把它抓下来，就是也要把它拍下，对不对？那拍下的话，没有任何软体，就有一个按键可以用啊，键盘加右上角有一个这个分的字那个，但是那个有个缺点，因为是这个是全屏幕抓下来。所以你还要握里面再剪剪，就是再把它裁切一下，比较麻烦。好，那我们介绍一个小软体给大家哈，这边这里有一个小软体是在看一下，这个不是 PicoPico 抓出来，好，把它抓出来。那这个呢免费的，所以您可以用来关心哈。这些呢我都会留在那个图片这边哈。这个，我现在里面没有图形，哎呦，没有图形。好，如果你稍微聚焦呢，它里面有一个图形板，就在这边。好，在这边你把它点一下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你的右下角，好，就是在你的关注页这边呢，会出现一个跟刚刚这个一样的这个，这样就表示是图形。好，这是图形的啊。所以我现在给各位看一下，这里真的有一个。大家看到它那个款哦，这样可以。好，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，如果你到这边，我想要把这个不只是网页上的哦，屏幕上的都可以，你来这边把它点一下，点左键或右键都没有关系。我们的抓图呢有很多种方法，在这边哈，您看一下，点左键右键都可以，有一个屏幕截取。屏幕截取，这里面哈，这边，有些，我把黑关了，我会关。它里面呢有这么多，一般我们最常用的就是矩形嘛，因为咱们的区块而已嘛，对，屏幕上某一个位置哈，所以呢，我就用矩形去填一下。那这个时候它会变成十字，十字，所以说你在起点按一下，终点按一下就好，起点按一下，终点按一下，这样就刚好了。好，就这样，你就不用在过程中再裁切，好，再来裁切啊。所以这个的话呢，您可以再像这样子再处理一下哈，就比较方便一点。那做好了，你要做完了，它上面呢，它本身就等于有一个所谓的影像处理的功能。所以如果因为大部分大家都在握手边在装入箭头啊，在画那个矩形，对不对？这样有点辛苦，而且有时候那个位置会跑掉。我们最讨厌就是它那位置哈，物件位置可能跑，可是你在这边做就不会，你看一下哈。好，我在这边假设来放下，哎，这个是免费的哦。啊，然后呢，画好了。你看它就有框，你可以自己设定它的颜色的框的颜色还有粗细。好，然后呢，如果弄好了，我再加上镜头告诉它，待会呢可以从这边下载，我可以自己拿来一下。
真的好的嘛，哦，那当然也可以打字了，哦，如果你做好的，它在这边还有一个特效哦，外框，好，外框，你如果只要有框就，我找一个那个，哦，好，找出这个，确定，这样你就有一个框，我可以直接把它复制一下，我就可以拿到我们的这个简单的把它贴上，啊，比如说我再找一个。把它插入里面，直接把它贴进来，怎么样？它贴进来了，那它就单纯的就是变成图片，好，就单纯的变成图片。所以你通过这样的贴纸方式，是不是就变得比较简单一点？把你的那个图片的处理啊，屏幕上的画面，你要这样抓起来就比较快。那你如果抓过，比如说你再抓过这个的，那我可以再抓其他的。好，一样，点一下左键或右键都没关系。屏幕截取，取屏区域。好，那这个时候呢，我就把我要的，好，假设这个我也要，直接把它框。你这样框也可以像我刚讲的，起点放下，终点放下，都可以。好，有没有抓起来了？好，但是重点是它会记得你上一次。我们一般内建的这个功能是，你刮了下一个，前一个就忘记了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？这个的话，你可以随时切换，要用哪一个，随时再复制就好。这样呢，就比较简单一点，简单的话，所以这样在处理上的话，你会发现说，哎，万一我那一张照片，好，那张图片，我等等一下还有用到的，我不用再抓一次，直接复制切换就好。好，当然你也可以把它储存下来，可以从这边把它储存下来，也可以。好，这个都可以哈。所以，这个，这个。主要是用在这个节目，就算它有个功能的，你们都看到我在用的时候不是在放那个底吗？我不是要这个，但是它也有，就是叫做有没有叫白板？好，不是红砖白板，白板也有。哎，你可以直接在这换颜色。好，所以如果说你要拿它来当做一个像屏幕的绘图的，也是可以。好，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方法。那画完了还可以直接把它储存起来，它就不用帮你抓死。比如说我在沟通的时候，哪里要改哪里要改，你光找掉的时候我经过这样，你就找完了拍，找完了拍，找完了拍，再改。或者没空直接面对面的时候我就改了，但是哪边头是哪边，可能修改一下，我就拍了，在那个地方修改一下，这样可能会比较细。好，好 ，OK， 那。这个呢，黑白黑白，我们再介绍到这边，让大家针对这个有那种问题，应该还好啊。其实有些小工具哦，我们可以先做辅助，对各位在这个工作流程上应该会比较有帮助一些哈。好，那这个呢，图表就是我就是。